一下，我要选这个。放不进去，还是吃了吧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哎呀！吃饭了，来了。你是河粉加鸡蛋还是看不见的？我是看不见的吗？里面有肉，当我不知道啊。你吃吧。你有肉吧？不能。嗯？你给我。别走开。水也没有，干的要死。叮叮叮！今天我也要老婆尝尝芥末的味道。哦，别干了。我都看见了，用钱了，你吃吧，你吃个火鸡面带鸡蛋，三勾了，等一下有你好看的。还长灰尘。哦，吃饭来了。今天两个看不见，你选哪一个？我选这个。是不是被他头看到了？肉包。哎，等一下，哦，忘记拿辣包蒜了，去哪里拿辣包蒜来了？自己去吧，赶紧又偷吃我的。哎，不会了，这么不相信我，快点去拿一下嘛。别动了。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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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嗯，没动我的包子。等一下，等我吃完你再吃，不然等我看到那个大肉包会眼馋的。那你快点吧。你说，都我吃，肉包，啊，什么东西？我太难了。别干了，我都看到了，干什么干？那你吃哪一杯？肯定吃个河粉加鸡蛋呢。等一下有你后悔的。
哦，去拿点水果水来，我要吃水果水。吃真多。我看看它下面是不是藏东西了。嗯，你这什么？还藏梅菜扣肉啊？哦，它里面有鸡腿。吃饭了？拿了。你吃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？我是看不见的吧，今天我也不太饿，我不急。那你不急，那你等下吃，等我吃完你再吃。行。我得想办法把它支走。你去帮我拿点辣椒油来吧。不行，不去，今天说什么我也不会去的。想把我支走，吃我鸡腿呀？鸡腿孩子，到我了吧？嗯，这次又给我放芥末了。那什么，我今天也不饿，我还是给你吃吧。干嘛？给你炸的鸡腿你都不吃啊？吃吗？算了算了，你吃吧。哦，今天有梅菜扣肉。吃饭了吗？对，吃饭了。你是哪一个？我是卷饼。这有鸡腿哦。我才不信。啊？算了，不就一个小鸡腿吗？我还是吃这个卷饼吧。不对，去帮我倒点水来。别动了。娘们不想熬人散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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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你很喜欢。